次签发了首张的电子口岸签证，是我国签证制度的一项创新。在临港新片区的配合下，我们已经为1300余家企业做好了备案。那么备案的企业可以自行在那个网上登录电子政务平台进行线上申请，在获取批准以后自行的下载，在手机上进行使用。较以往相比，进一步优化了流程，简化了这个申办的手续。下一步我们将在更大的范围内、更大的领域进一步的持续推进这个试点工作。